大人，我这般绝世美男子戴面具做什么？哎，行行行，早知道我就挑个好看的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十四郎吗？原来你是怕他认出我们来啊？你们之前是隐藏了真实身份的呀？闭嘴！既然不是什么真心朋友，那就好办了，杀了他！擒贼先擒王！我让你闭嘴！传令下去，全力攻城！严师听令！杀！